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3月13日，里安杜托沙特当选全场最佳。英超官网消息，里安杜托沙特当选阿仙奴3-0击败富咸一战的全场最佳球员。阿仙奴本轮联赛3-0击败富咸，继续领跑积分榜。里安杜托沙特表现出色，他在上半场就送出了三次助攻。在英超官方的全场最佳球员评选中，里安杜托沙特获得 58.1% 的选票当选，马田奥迪加特排在第二位。谢谢你的收听，麻烦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